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什么是我们的义。如果你对于什么叫称义有兴趣，你可以搜寻我们另外一个视频，我们提到耶稣的考卷那个部分有提到什么是神的神称我们为义的称义。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有关于神称义到底是什么，我让你感受到。好，让我们来看圣经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发现你要发现一件事，首先称义是什么？称义是白白的称义。白白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黑黑的意思，是白白的，就是免费的，他为你付代价的。事实上救恩是无价的，但是也是免费的，是免费的也是无价。耶稣为你完成这一切事情非常非常的伟大，他付上所有代价，所以是无价，但是你可以白白的得到，所以叫做免费。好，你白白的就被称义了。 OK， 好，我现在我开始要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我要送你一台跑车，送你一台兰博基尼，请看，你看这是我要送你的跑车哦。你知道一台最贵的兰博基尼要多少钱？要5000万台币，最贵的要5000万台币。好，今天呢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决定送你一台5000万台兰博基尼，你要不要？好，如果你愿意接受，那我就送给你了。那你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你就觉得啊，牧师送我这5000万的，真不好意思。我可以付钱吗？你就这样跟我说，好吧？如果你想付钱 ，OK， 那我户头给你，请汇5000万。我说，嗯，可是我没有5000万呢，我现在经济状况不好，我只有50块，你就给了我50块。你这样就是侮辱我嘛？我送你一个礼物5000万，你要嘛就给我5000万跟我买，要嘛就接受我白白的礼物，你给我50块，你是什么意思？这台车值50块吗？所以你要，你懂吗？神称你为义，你想要用自己的义跟他交换，你知道你的义像什么吗？请看下一个经文。好，这还是我要给你看的跑车的样子，因为我想要你多记得神的称义是多么的好。但是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就是你的称义。我们一起来念：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义；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后面的括号是月经部，你知道它的原文是月经部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月经部。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你知道吗？如果有人说你要好好做才能够称义，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你的，你的义，你能够为神做的义，就像月经布一样。大家知道什么是月经布吗？月经布比卫生棉还恐怖，是卫生棉用完就丢掉了，月经布用完要洗过，洗过搞不好还没干就又来了，又要用。天哪，超恶的，还有腥味，怎么办？你的义就是这样，你犯罪了，然后呢，你献祭，你献祭之后又犯罪，犯罪又还没改，又献祭又犯罪，很恶的月经布。你的义也不过就是月经布，你想要称义吗？我告诉你，称义要么就是白白的接受我给你的礼物，就很像刚才那台5000万的车，我送你白白的礼物。要么你有种给我5000万，可是你又做不到，你只有50块。你知道你50块你能干嘛呢？你能够买到义吗？我告诉你不行。所以请你白白的接受耶稣给你的义，这是所赐之义，他的洪恩赐给你的所赐之义，你得到了这个礼物。OK， 可是当你决定白白的接受这个礼物，接受耶稣给你的这个洪恩，这个所赐的义，你就被称义了，你就蒙福了。之后你想要回馈，你想要来因为爱而爱神给你这么大爱，你要用你那小小的50块来爱他。请看下一页，50块可以买的就是这碗卤肉饭，而且是高级的卤肉饭，外面卤肉饭可能不用50块，可是你决定用你的所有的50块钱买了一碗卤肉饭给你所爱的好朋友耶稣基督，因为他把5000万的车子给你。这就叫做我们因为得到神的义之后，我们为了爱而回馈。神真的需要你的钱吗？神真的需要你的时间吗？神真的需要靠你才能够成就他伟大的计划吗？他是神耶。可是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所有一切，就很像那寡妇的2个小钱献给神，你买了这碗卤肉饭给你所爱的，比如说，好，假设今天这个车是我送你的，我给你5000万的车，你白白的领受之后，你拿出你所有的50块钱请我吃一碗卤肉饭，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可是那50块钱不是拿来换我的5000万的车，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再看一次，神给你的义到底多么美好，请看下一页。他要给你的就是这么棒的兰博基尼，我要把这台车给你，可是你不用担心，我把这台车给你，后面还有一台车，看到吗？蓝色，我今天开来的，我还是有一台。神称你为义，他也还是义的，不用担心。
他为你背负了罪，但是因为他无罪，所以他死了，又复活。复活之后，他仍旧掳掠了仇敌，升上高天。所以哈利路亚，不用担心，白白领受上帝给你的义，然后得到那个义之后，我们也可以更多来爱耶稣。我们的义人，我们为神所做，仍旧不能够买这台车，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爱来回应他的爱。这是我要告诉你，你的义，还有你想要称义，其实是不可能的，靠自己是不可能的，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只能够白白的领受这个礼物。让我来为你祷告，亲爱的耶稣，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主啊，是的，当我们用这个5000万的兰博基尼的车子来比喻你的义，还是太小了。主啊，你给我们的义是宇宙无价的义。而我们有的跟你比起来，连那50块买一碗卤肉饭都不够。我能够为你做的，连50块钱都不够。主啊，但是我却愿意，因为你的那个无条件的大爱、超级的爱，我愿意用我的爱来回应你。我把我有的全部都献给你，因为你把你所有的都给我了。天父既不爱惜他所爱的儿子，把他白白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也赐给我们呢？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是的，我们被称义了，我们要得荣耀，然后我们要来把上帝的爱分享出去，让其他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奉耶稣名祷告，阿们。